对，刚刚你会吗？你去切，你就是角色站着，然后切画面左右，你的角色会变黑，我你会看看。吗？你说什么？切画面什么意思？就是角色站就着，是你到时右候滚会轮右蘑菇头转来转去，我不会啊。我的会、你看更新的问题吧，更新显卡驱动。我觉得不是显卡，这是游戏。哦，那你站在那个呢？你站在那个 eyeball 旁边的那个箱子，然后你站着左右动。啊，对啊，我现在就站在那边，没事啊。我的会。哇，补结果。USJ，Yeah，看一下有没有解到，变黑了。奇怪，为什我么？看是正常的，因为你你看那我是角显色。示问题，我们看是正常的。啊，你人物有出来啊？然后我出来啊，可是他，你看他脸是黑的，可是身体是白的，就是移过去的时候，可是到了定点之后，他就复原了，就是也变白的了。我觉得是哦，游你说戏内的部问题。分变黑哦，对啊，就只有脸变黑。原来是脸黑呀、是非洲酋长。没有看过那个吗？太空狼人杀，我有没看有，过啊，有看过我的吗？有啊，昨天你就的，在那边跳来跳去哎呦！靠！有够烂啊！我真的是要点破坏哦，我要搞事情啊！已经第二次了，第一次也是在同一个不同一个地方，你在洞 旁我边看跟人到一跳半，槽。看到你跳进去，我还想到现在是怎样，太嚣张了吧！猎人太，啊，中，杀手太嚣张了吧？杀手太嚣张了吧！重点是旁边一堆人在看着你，你还继续跳，我想要靠腰，是在冲他笑。不是啊，已经都破功了，不是？哎，我看到是别人，没办法啦，我就不演了，就是在跳来跳去啊。有点效果也好啊，有没有？每个人的精华都会有我，棒啊，赞哦。想说为什么你玩的方式跟我看到的不太一样？那现在猎人那个杀手是要赢的，是不是？杀手直接闭眼呢，不演呢、超强啊！我说我的队友很强，不需要我也可以。欸。我忘记带饮料了，好了。啊！哦，等下拔一个辣椒过去给你。哦，居然不要了，啊，天这么早啊？他睡醒了啊？睡醒啊，然后没朋友啊，就先玩了啊。哎，在哪里啊？他的家吗？应该是他家吧，我也没打过这任务，不知道。好哦。跟着稻虫走。他会乱带路别。下面。下面一位。我说，应该也有人跟我一样是烤肉没人救，就开着陪大家了，应该哇，有我有揪吧？你，你又不来。我哭啊！我看到直接敲你也没理我，哎，对，在大家，有我家。你看他在那乱带路，他在带，他先带足我还迹跟着呀、你走。快喽，快喽！我要开了，我要开了，我要开了，我要开喽！我现在很兴奋哦！开！我会弹哦。不要叫！下面一位，那不然我下面一位啊，他的来来来，啊，没了哦哟，哎，sorry，下哟，面我喽，我没看到前面啊。你怎么会没看到？因为我刚刚去捡了痕迹。点痕迹。对，不要动！警察，警察！
他刚在发呆。哇，他有想到是不是我断线了？我很怕。问一下哦，外观的打出来的属性也是外观的还是本身的啊？外观的属性打出来也是外观的，就是你拿火刀、啊、哦。我说奇怪，为什么你打出来是火？我是火刀啊。我刚问了很白痴的问题，怎么办？为什么他一直奇怪发奇怪的呆？有这只啊，人家老了啊、哦，体谅老人好吗？哇！让我上任呐、啊！怎么那么难上呢、啊？跳双雷！我帮他多了一根牙齿，小心。他有这一招吗？我、啊、是太久没打他了。对，挑战者结束，敲他！哦，好冷，爸爸，哦、爸爸，我的转身衣，爸爸啊，靠，要穿错了啊！可以撞啊，爸爸！我来啦！太神啦！妹都几月了还在妹呀妹妹哦加密一位我刚刚被你骗人我看到你还在拿着武器他刚刚在上面哦我的头！你头爆啦！我的大回旋没了！我干！被吼下来！被吼下来！哼，你的大回旋没了！哎！是我以为就那一点点，就在前面一点点。哎呀！好短！啊！我觉得这只比较难打哎、欸，比那只，比之前那只还难打哎、欸。有吗？有啊，之前那只我们五分钟打完了哎、欸。那是我们四个人哎、欸。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我们三个人。我们真的没有朋友了。完了完了完了。哎、欸。没。我要躺着。哦，你躺着了。原来我加厚了。我打这只的时候，每次都是昏昏欲睡，所以我不记得这只的动作。蛮合理的。还是瞬移耶？没有啊，没有啊。哎、欸，你瞬移，他瞬移的话，我们看应该也是瞬移啊。因为我看没有，我看没有啊。他刚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下来了。你是看到没有，还是你是看不懂？啊、看没有，看没有，没有没有，我看没有。他掉帧啊！哦，他掉帧就是你的问题了。他只掉那一帧啊！欸、好了好了，哦。哎、欸，可恶！哎、欸，休息是不是？哪去了？我摸个刀。到底都没有。下午好，下午好。当然，平时这时间我是跑去看别人台的。寿蟾，寿蟾。这时间都在别人台当观众，当得很开心。
我以为你都在剪片呢，原来都在剪片是早上啊。他只是最近真的睡到太晚，所以就不剪片。没有啊，就十二点开始剪片啊。快快快！我在控场，我在控场他。哦，没了。太神啦！没了没了。我应该要，我真的想装个投石珠在我的那个笛子上面，我丢这个。有受残，有受残。残哥在吹哨啦，还不过来、啊？欸、哪里的、啊？哦，想说，我来啦。残哥嘞？哎、欸，受残。哎、欸，残哥在干嘛？哦，来，残哥来了。斧头，现在能放吗？他是被受残压趴的。哦，哎，跑了，丢。哎哎哎，没事、欸，差点按到回归球，吓死我了。嘿嘿嘿。你要不要一起吃烤肉？烤，你要去哪里烤？我们家人讲的呢。哦，我家人讲的吗？真的啊。我自己都没听到。哦，那两个小时的首播是昨天的啦，我觉得还是很好笑，就想说晚上睡不着，就跑去剪片了。昌氏大玉，大什么玉？刚刚大宝玉，昌氏的大宝玉。哎呀，我有嘞，冰刃牙，刃牙。啊，我知道了啦，上次打这个我不是带太刀啦，那时候才开始封那个哦，斩斧，对啊，看一下哈，我的斩斧的资历，猎人比而不是哪一个，看哪一个，这只是弓哦，还是也有外观，哎、哦、呀，方斧武士。我才占卜六十一次，哎呀！反正两个是分开的。早安，早安。哦，双刃的话是只有弓。对啊，有他有防具，啊、防具跟外观都有哎、欸，我赶快外观做起来。我来夸夸。啊，给给，啊，给给给给给，仓室要哦，这样算冰原人吗？除了头以外都很好看。为什么肚子这么大？你们也可以边烤肉边看啊。他是那个跑啊，因为他跑会往下啊。对啊，可是，生产装备，他没有缠很，他不是缠很紧的那一种，他是松的跑。对啊，可是武士跑啊。有点臭哎、哦欸，好看哎、欸，很好看、欸。武士袍差不多都长这样子啊。对啊，就是有那种。我想说女生穿的话应该也会好看一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穿起来真的很像大叔。因为他不是绑紧的那一种啊。快快快，再刷，我还缺啊。你还缺哦？你哭啊、哦？我做完了。对，我要关台了，拜拜，你们自己来。关台喽。寄点票。啊不看错了，哎、欸，弓在哪里啊？啊，在哪里？哎、欸，你怎么了？在怀疑什么？我在找昌星的弓。不是吐了，我刚吐了。昌星的弓，那不是弓箭那边吗？武器有外观？不是外观。快啊！算了，明天考试，明天礼拜五哎、欸。お疲れ様で
考试。怎么还有？对啊。好的，接着。一号营地嘛。对。苍穹的宫。啊、我也觉得时间过好快啊！阿鲁实况最近5年了哎、欸，那、啊、是，从国中看的都快高中毕业了，很恐怖哎、欸欸。真的、欸，苍穹的宫怎么没在上面？还是素材还没有出现？全部破坏。没有啊，素材不就是那个大宝玉吗？可是宫没出现啊。我看看我有没有。还是不是这一只是冰咒？你说力战冰咒了？有另外一个，他的介绍是双刃是弓，跟。就是弓，然后外观是冰咒龙，没有，我觉得有点奇怪。还有那个猫啊，猫也是冰咒。你们要消失一个礼拜了，加油！好了，继续打。啊！哪有呢？没。啊。羊这个外观直接变索隆哎、欸，三刀流了。可惜拿出来还是一把。我要腰上两把，手上一把。腰上两把、啊。看一下。哦，很帅啊！很帅啊！可是他的头真的不好看。头不就用那个吗？玉狼龙或雷狼龙。对啊，到时候再去改。我没有装头啦，我懒得先调，先穿出来而已。哦，你是说头外观显示？他头外观显示是那种浪人的那种长发披肩的。我又忘记拿冷饮了，来热饮了。我、哦、干，好冷哦，好冷啊！忘记，我也忘记了。我去拔一下，我要去摘。一群热带人。哦呀，我也怕热啊。还是要喝冷饮啊！他走出来啊！先撞了，撞他，撞他！我没有子弹啊！靠！这种话你都讲得出来 ？HTT 也没有啊！我有啦，我有啦！你知道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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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有了，我有了。说啥呢？这不就撞了？哈哈，脸好亮！快点，快点，我控他！你控好，那我来哦。哎呦！啊，控去哪里？不是啊，我最后一发卡了，他延迟不给。你刚刚怎么要抓第二下？他刚刚朝向个通道扒下去的时候，他才朝向那个墙。那你刚刚为什么不撞他？我想说你在上面了，我就下来了。我刚刚很远啊，没事。刚刚是不是要接到声音？机动压，机动压，机动，机动压。
唐老鸭。哎、欸，你没有把你的那个烧鸟外烧鸟吊饰换出来？哎、欸，对耶，我烧鸟吊饰。我刚开着游戏，我刚买了一个新的外观，新的那个吊饰。哦，超赞，就赞哎！真的有卖新的、哦？有，哎、欸，有卖波动拳跟升龙拳的、啊，是用卖的哦。嗯，哇，买啦。然后他我们在黑。我们在外观有看到那个谁啊，利武跟另外一个女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外观，欸、可是他还没有。二零八外观还是游戏内的外观？游戏内的外观啊。我刚没有看到、欸、我去找的时候没有看到利武。啊，他在那个他在出街那边。哦。还是等一下去出街看一下有，说不定有任务。可是活动页面没有，那个官网没有写。你活动看的是进阶吧？哦哦，对呢。对啊，所以他不会写啊。我要杀啦！我到现在还没有挥到任何一下，我一直被控。好了，我控他，快快快快，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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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好了没？我没石头了。好，很好很好。等一下。哎、欸，可以撞哎、欸。可以，我在背溜。哦，好。OK， 我一定。他是妈，他是妈，他是妈，他是妈爸爸，他是妈，他是妈。哦，你已经在上面了。他累了而已吧，不是流口水。哎，我躺着顺便回一下我的耐力。要啦，要看我啦，你会后悔哦。他刚去哪里了？我控他！哎、欸，没有了，我上来了，抱歉。被骗了，好冷。哎，我自己走进去。哦，杀个分身都出事。我说爆掉了。我要他的牙齿，帮我爆头。在爆头啦。可以。他累了。他要跑了。现在每晚都，现在每晚叫什么？对啊，没办法，被 FB 带坏了。哇哦！我看聊天室，你跳上来，我送他。撞他！我没有衣服了。有衣服的撞他。打龙鱼，他累了。
秀秀偷打，没有偷打、啊，我们从几点就开始在找人了。他都开台打了，还叫偷？啊，真的假的？妈的，我真的，他故意的。我觉得他是故意的。算了算了，反正没你的位置啦。哎呀，他没出现骷髅啊？对啊，捡不够多啊。哎呀，yeah. 靠！他怎么机器人跳出来了？等一下，周三阿米狗，今天周三呢？是啊。哎、欸，老朱，你看呐、啊，我快气死了！电爪！哎呀，哎呀，所以关麦的秀秀有要打吗？就是他不想打哎、欸，好吧。哦有哎、欸，哇，挑战任务，我挑战任务，那个快打的。哦，所以他设计的跟 PS4 的一样哎、欸啊、，PS4 也是挑战，要打一只超大只的爆锤龙。然后嘞，会有什么东西？就是龙都会啊。哦。龙讨伐屠杀，讨伐阴火。哦，有屠杀龙跟 SFV， 然后阴阿法。靠，你说的烧鸟是那个尖叫鸡哦？对对对对对，白痴哦！惊吓烧鸟，他打了会啊啊叫吗？不知道啊，我也在想，我就是刚刚买的，我加四啊。哇！有的画面真的很好看。你看，是不是我们刚刚不到五分钟打完？哇！我这次宝玉只有一颗，好可怜。我刚购买的东西，我可不可以用？你要重开吧？不用不用，你去那个小屋按追加内容。小屋跟猫咪讲话，然后有一个追加内容，按一下。有那等一下我们要打什么？巨骨爆锤。我去看一下那个挑战任务，应该是只能两个人最多。对啊，挑战的话是两个人。屠杀星三跟星七，上下位哦。对。那就你们两个啊，我自己啊，秀秀一个啊，这样子啊。秀秀已经跑掉了。哦，真想玩。他的装上去一瞬间有叫啦，不知道他打的时候会不会叫。对外观。对啊，有啊，不畏泥地之人。到时候再打就好了，那个不急。哇，还有龙阿法，灭尽是二哎，灭尽龙，然后应该就这样，嗯。龙会掉什么？啊？什么？灭尽龙会掉什么？就是龙阿法。你是说二披色的衣服还是？哎，好，它是整套防具，它不是外观。哦，嗨韩韩，票的话就是屠杀，然后、哦、Sakura 跟龙，例如就是打萤火跟灭尽。你说斗技大会吗？还是挑战？哦，我看到了，不畏那个地之轮，他写斗技场，对啊，斗技场的挑战啊，没错。对啊，这个可以私下再打、啊。反正这个江江不打、啊，他都不打斗技场。他会吧？为了这个，他上次不是也是为了什么才打斗技场？有吗？有啊。我忘记了。我记得那时候是为了一个装备潜质，都要打。硬币吧。嗯，叫硬币。打完就不打了。对。我印象深啊，那时候我在打斗技场。求江江陪我打，他打死都不要。那就来跑来找我了。只好找繁星取暖。哎、欸，很好笑哎、欸，想说你就跟杰超一起打嘛，陪你打完之后，杰超也换杰超想打，他
打完节操的话，另外一个干掉了。那时候还没跟节操很熟，然后那时候问又节操又没有说要打，我就没想那么多。再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冰咒？可以啊。来看我猫车了，我猫车率没有喊喊，不是喊喊啊，没有高高高，没有高高多，因为那个高高高是怎样？高高是我就是说啊，我在看台啊，一个女实况组的台。冰咒，冰咒吗？来啊！打冰咒 是？我接。不是你接，还有人谁能接？哎，择我骑谁？不然拜拜。兵器自放出，拿起你的炮。哦，在兵器自放出。对。还没打黄，还没打黑龙，我们缺一个。开炮喽！啊，不过拿重弩的话就不能听到烧鸟的叫了。那换一下。你说换饰品还是换武器？武器啊！不要。是拿脚比较重要啊。我可以。你猫出，你死掉之后再换啊。好啊。猫饭都没了，有没有？我看一下。换屁呀！在 PS Vita 嘛，的麦块里面钓到了生中第一条，做加把版，有修复道具，然后有哦恭喜！现在麦块的自动钓鱼机超累的，要不能一格水了，要很大片的水才能钓。差吗？啊？哦，不就只是把旁边挖开多放水而已吗？就要很大片的水啊。以前是只要一格，然后三个素材就好了，一个栅栏，一个压力板，一个野地板门，这样子够了。出花，出花，花了花出。换了换来了，鸡什么？没有啊？你会充能斧哦？不会，我只是为了要这只鸡在叫而已。哦，可是好像没叫哎。我挑你看看，看你受伤会不会叫？好像没有、欸，也没有哎、欸。啊，所以那只是普通外观了、啊，不能像。那个豆腐一样吵，对不对？对啊，豆腐那么吵，这只鸡居然没有吵。啊，它是什么？逆战丸？不是，它是普通的。逆战丸。哦、为什么一开始不这样子啊？我很好奇。有没有这样子啊？赢啊？应该这样赢不是更快吗？有啊，那个时候是这样赢啊。可是、哦，我想说，会想去撞我没办法、啊。哦，不会了。想说这样不是更快吗？为什么每次都要在前面去赢他？我跟江江打的时候是这样子，没错。哦，我们节操比较冲动。这可以在台上这样讲。啊！啊，它是普通的、喔，还是力战而已？力战的吧。普通的，它没有，它没有紫色的那个啊。是哦、喔，它连力战都不是哦、喔。对，它连力战都不是。哇，这么菜，那么可怜哦、喔。刚才的双刃冰牙也是普通的。有啊，我刚把枪拿起来的时候，它有叫哎、欸。哦！我靠呀！那我是该买了。哇，你叫的好像哦。哇，呼唤，又勾到了。
安安下午好。哎呦，所以力藏王是下一个版本还是？下一个黑龙之后才会有力战兵种哦。他是旗线的。阿四旗。他是旗线。嗯。冬季限定，哎、欸，合理啊！冬季限定，对啊，毕竟人家是冰的嘛，他不能待在北极啊、哦。对啊。去哪？哦，我好屌哦！我断尾耶，我在软化他耶。他什么技啊？好像这样找不到。他为什么有一个博？猪太郎，不，买菜，虽然很通缉耶。哦，玩这个手都很酥麻、欸，一直震。可以撞。好的，博。哎呀！哎呀！哎呀！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大大，他倒了，他倒了。哎，黑龙，黑龙要等我们第四个人出现啊！第四个人还没出现。我刚刚出现了，跑了。是他啦。他不是个人，不是个人。OK， 太残暴了吧？不是啊，他就不是战力哦。你总不能一个要刚碰世界的新手跑来打黑龙吧？他刚碰世界。对啊，在我眼中，他一直都是刚碰世界的小萌新。可以。现在都已经放弃要骂他了，他已经没救了。好烂哦！你说秀秀，我是说冰咒。想当初这条龙是从这里逃出去的。对啊，哎，龙口也是从这边插一刀的，插一枪的。我回来被卡住。你怎么这次不去玩车了？有啊，我玩了。啊，不是，我那样你平时玩完还会再上去再玩一次啊？我是这种人吗？冰咒龙的领域。爽了。好像是偶尔才会叫哎、欸。我听到人家叫了，快让我撞！你快让我撞！哎、欸，拿武器的时候不会被撞哦，可以。想不来。想要为什么你一直把我撸过去，可是没有弹飞？社团。中秋快乐！苍室之阵。哦，那、啊、这个是什么？还是这才是弓箭的？去看一下。应该吧，那个票类的，拿去要做装。哎、欸，哎、欸，有装备吗？好像没有装备。有啊，有装备啊，装备就是刚刚那只冰牙的、啊。冰牙有防具有外观啊，哦，所以我现在防具还差四颗啊。宝玉，四颗什么？你说冰牙哦？冰牙的那个苍星外观啊。哦，
大宝玉。哎、欸，没有看到武器耶、欸？为什么？哎、欸，有啊，我看到了苍室龙宫。苍室龙宫哦，有哎、欸，苍室岩城哦，太不显眼了，算不完。坐下。坐。哇，真的是垃圾中的垃圾耶、欸！是好低哦。天翔，是吧？一颗宝玉，一颗灵玉，这烂东西要花灵玉。哇，做好喽！哎呦，真苍室龙宫，没错，妈级的。它是鼠啊！今天这个又是新的龙吗？不是啊，旧的龙。哦，那个黑龙是新的啦。啊，我们现在是因为野超还没出现。还有一个苍室风铃。风铃？不知道会不会叮叮当？视频哦。对啊，它不能强化零件，又没有帝王的能力，太烂了。听不太到。我是说他、啊欸，不，我说风铃啊。哦，有哎、欸，有声音哎、欸，好吵哦。哎、欸，风铃要一个苍室之证，我苍室证没了，我也没啦。继续。啊，猫咪嘞？猫咪，看一下猫咪。有哎、欸，苍室猫。猫咪扇子是什么属性的？都是水啊。欸、很水哦。高参哥哥。高参哥哥还在看装备啊。来，最终改版吗？还不是哎、欸，那个还有下，刚刚有问啊，还有下一个。没有啊，这算最终了，只是还有最后一只龙还没有出来而已。嗯，新的话是最后一个了啦。大型的话是最后一个。嗯。风铃，我要装风铃。风铃有点吵，因为一直在走路，它就叮叮叮叮。哦，它现在会把你没有买的外观也显示在上面，好烦哦。对啊，还锁起来。嘲讽你哎！我天，叫你买啊，你怎么还不买啊？等一下，它是连台币的也会显示哦。对啊，哇靠！是想不想买？我都放这里了。有没有爱呀、啊？爱呀、啊！还不全开？恐怖、哦！哎、欸，哦，我们看不到铃铛，铃铛在哪里啊？在你屁股上吧。不是、啊，我是说铃铛在第几排啊？。我是直接装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再去做一个吧，做不了了。风铃，风铃在豆腐附近，第三页。我的豆腐在第九页。哎、欸，不是啊，他卡爆都没做啊，你有做啊？哦哦，哎、欸、哦，好哦，好吧、欸。不对啊，他不是说也会显示没有的？他显示会显示，要付费的。那种用做的，它不会显示出来。哇，
豆腐前还是豆腐后？我做的很少啦，所以反正应该在万福之上。没有，他是说豆腐的前面还是豆腐的后面？豆腐后面。我是夹在豆腐跟万福。你不要装了，你慢慢找吧。我没有哎、欸，为什么？Why? 是有这么难找？哎、欸，我是真的没看到哎、欸，我万福上面就是豆腐了。你有做吗？我要干你老师！对啦，我没做啦，抱歉。靠背哦。我想说，哎、欸，对哈，我还没做。你耽误了我们两分钟。干嘛这样？你让那只龙多活了两分钟，真的、欸。Wow. 哎，不是啊。怪怪的，可是它有很大只哎、欸，我想回家了，各位。没补子弹。对。哦。水箭龟耶！见鬼！阿德不是要回家？我把这子弹打完好了。可以撞哦，可是好远。哎、欸，不能了！他怎么易怒哦？他刚被插了一管，你不生气吗？可是前面那三条笨龙都没有这样。他们比较笨啊。刚睡醒啊，我刚睡醒也是这样哎、欸。所以我刚睡醒，千万不要来烦我，容易扫到台风哎、欸。对啊，我发现我很严重哎、欸，明明就只是小事而已，就说啊，巨婴哦。你是说汤婆婆的那婴儿吗？汤婆婆的那只那个小孩，宝宝，口子排不罢，怎么细菌呢、啊？狗蛋，我好远。我的 reload。HTT， 我的 reload 啊！你最烂，手上投什么？我又忘记那个台词了。干嘛啦？又是你，你最烂。蜻蜓，我只记得这两句而已。我看不到路了。我爱你。哎哎、我看到了。看到什么？你被弹到那个平台上面，然后跌倒。要什么啦？让我接完。啊！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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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啊！我把他打破了。必啦，是我。是我。
我打破他左边第二颗门牙、欸，你打破左边的门牙是不是？对啊，左边的门牙，对啦，不排除提高。为什么排除提高？抓他！弟弟我这样怎么吃肉？哎、欸，我抓上去的时候那只尖叫鸡就哦，那是鸡吗？这是鸡啊，直接叫鸡。靠，我好想买哦、喔！你这样讲，我也想买耶。要跳兔子，那这个是意外，你玩了之后就知道了。离洞口超近的，快气死了。啊，没中到。哇哇哇哇！转身一刚好没，吓死我。哦、oh, ，我没有动，我没有动。他的尾巴怎么还没断？我一直在打头，不跟你讲说打他门牙吗？奇怪，我断了。你这个是什么道德绑架？不是什么绑架，忘记了。很凶呢。我只是问句啊，尾巴怎么还没断？啊，不是，我还好没拿大锤，就问我说嘴巴怎么还没断？啊、翅膀怎么还没爆？我的头快爆了，好痛！乖，帮你补血啦！乖，乖，啊啊！洗了，洗了，跳翘了。哦，看到那边白白的哦。这里啊，门牙、啊，你看冰咒龙的门牙，冰咒龙的门牙那么厉害，看又一颗牙，又一颗，好多门牙、哦，他的前排比较宽，哇。气球，感觉是鸡，不是在很，不是随机叫的、欸。随机叫什么意思？鸡随机叫，感觉它会在某特定的什么情况下才会叫。看到吗？狗随狗拿出来它都不叫。那说明你就是要勾上去才会叫啊。哦，卖黑龙的哦，小屋。哦，两张、三张、四张，了不起哦！一张了不起哦！这个好像只有两张就够了。没有啊？没有吗？武器一张啊？不是啊，武器升上去也一张啊。那武器升上去不用啊，武器升上去有宝玉。它是宝玉。哦，宝玉哦，哦哦。所以这个第二张是要干嘛的？小猫。会关那武器跟铃铛啊，所以总共两张啊、哦，就这样而已哦，就没了吧？我看，哎、欸，猫不知道要不要、欸？哎，我看一下猫。天哪、啊，玩这个还比动身好哎、欸！哦，要三张啦！啊，哭啊！猫那么贵哦，猫要三张哎、欸！武器头跟身体各一张。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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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哦，八古龙。靠，区区一只猫，嘿、啊，来吧，再来吧，来吧，我缺一张而已、啊。等一下，我先去买鸡啊，那样、啊。哇，直接去叫鸡耶！买鸡啦，叫鸡，好，好说话，加入购物车。好吵哦，那个铃铛。对呀、啊。用。好爽哦。吵。我来吵你们了。Oh my。那个我觉得应该是我装的人听得最清楚，有我听到了、欸，哎、哦，你们听到？有有有啊，有啊有有，只是我觉得很好听啦，很好听啊，只是就是走来走去就一直响，很吵、啊欸。秀秀自己在玩哎、欸，他好像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在玩，另外一个干爹在玩。他跟颜笑啊，他说到说，到、啊、说，有啊，好啊，我今天才拿颜笑跟他在做比喻，我说有一个朋友就是很努力在玩，都一个人。啊、另外就是都跟别人在玩，但都在旁边拔草。拔草测风向。
要拔草啊，我不是握着草吗？卧槽！要不我你要卧槽啊 ？OK。卧槽。OK OK。啊，气球要不见了、欸，我陪了我好久。追加更新内容。为什么？为什么仓氏仓星他是萤火龙的真髓啊？仓星萤火。对啊，我们担心是因为不然又要苍火龙了吗？他的系列技能是萤火龙哦哦，所以他有投射装备，水属弱特集中体术，装备。消极啊！我直接买了、啊。有的哦，可以耶。哦吼！嘿嘿嘿嘿嘿。分辨装备。登录。好强哦！哎、欸，斩龙，斩龙的那个会燃烧哎，好棒哦！好像是你说斩龙尾巴的吊饰啊，它有个斩龙的吊饰，它是一个烛台，然后它是斩龙尾巴的烛台。你买啊，你买来我看看。啊，好看好看，我在买，你在买。公干条，怎样啦？没错吧？总要有，我热情票这些都没有。总要有大舌头。总要有试看的啊，所以正还要打吗？哎、欸，你们说的那个铃铛在哪？这饰品啊，那个吊饰物啦。饰物前面吗？我没有。第三页豆腐下面。在啊，不在、啊，我还没做啊。啊啊！正放花呀，热情哎。欸被救还是假的？找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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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缺证吗？我是证，证缺一张啊，我缺一张。证，你还有一张是差什么？就是猫啊，猫三张啊，我猫缺一张啊，我还缺两张。对的，打打都打，都打。安全狗狗，我够打，够打，我够打，我够打，我够打。植物一回啊！可恶！啊！クエストですね。残卷呢？你的植物没爆，我不想吃残卷。哎、欸、靠！不要，真的是残卷耶！一个晃点，我想说，为什么我还可以按着高级残卷？不要哭，高高，出花哦，那只尖叫鸡好显眼哦，我是要带那个烧鸟头来打。烧草好爽哦，偶尔听听还不错啦，一直听真的觉得很烦人，很吵啊，好吵的。你走路还要这样动，这样比较吵，靠北啊。
他没听到、哦。太远吗？嗨，这里。我这边有铃铛哎，兄弟，你不来吗？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哎呦！我先关麦。好。啊，看来是偶尔叫而已。你说鸡咬？对，因为我刚拔到拔枪的时候，它就叫了。哎、欸、，B 拘束蛋嘞！哎、欸，他生气嘞，他真的好易怒哦。拘束蛋嘞，三卷哥哥，他怎么可以打到我？我还中冰鼠嘞，救救我啊！等一下，一直叫，哦哦！我想说奇怪，怎么过他屁股会叫出这种声音？哈哈哈哈哎哎哎勾爪勾上去攻击他就会叫，是啊，嗯，你勾一次，你勾一次，然后软化他试试看，哈哈哈不行了，我会一直继续啊，我好想听哦！哦哦，就是这样叫啊！有哎、欸，有对不对？钩爪，然后软化它就会叫了。看来是设计钩上去都会叫、啊。你可以玩那个啦，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狙击龙蛋那种的。拔刀重弩可以装这个。云南。哇！哎，不开玩笑。我用钩爪把他尾巴断掉了，又是他，真的啦！我用这种飞翔爪把他尾巴弄断诶，好敷衍的感觉。干嘛干嘛？你那个被撞了？有人一直去点我啊！我不开心。我也是易怒体质哦，别忘记了哦。你买袂记哦？屏东人，是屏东人，台东人。没有啊，他趁他不能开麦，抓他！哦哦。可以撞。等一下，鸡在叫哦。哦，对，生气了。哦，我生气了。中秋快乐！爆！哎嘿嘿。啦啦啦啦啦！尾巴尾巴尾巴！你连挖个东西也要那么叮叮叮！感觉游戏画面有点卡，没办法。我觉得我要换电脑了，最近一直有感，没有后置的时候，越后置越久。
之前不会，那个那时候刚换电脑，那时候玩魔物猎人还不会卡。是今年开始转 FB 之后玩的时候开始发现有点卡。四张票好啊。你不要气死言笑、哦。你在夜什么？夜十一二三。宣力网站。人力银行。好了 DC 那你看言笑他是一个人自己自身自力玩到大的，而你是在旁边帮忙长大的你只是个吉祥物的存在，而且很不吉祥的吉祥物欸，他活动这算是活动吗？蒸汽机也跑好慢。哎呦，不是，他还没有祭典呐、啊，哦、他只是没祭典的，开对啊，开一些限时任务而已。全智的黄黑，是吧、啊？全智要先打一只黄黑，黑龙前要先打黄黑。哦，那、啊、你们打过了、哦。还没啊、哦！我说等四个人在一起打。对啊，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嗯哼，嗯，小猫衣服，你要不要去买啦？然后也玩斩吉服，然后你上车就知道了。买给我。你说的哦。看起来40块而已，还好啦，买起来。装备，做猫咪。装备，整套防具吗？不是，没有猫咪那边啊。我以为整套防具嘛。没有。猫咪的大宝玉也要3颗哎，好贵。猫咪大宝玉那是什么？苍星装啊，是苍星的大宝玉，有猫咪有一套，有两套装备啦。哦。一个要正，一个要。哇！接任务的时候不能买。哎呀！哎呀！先离开啊！哎呀！哎呀！那请问苍狮大宝玉要打谁？现在这只啊，就比亚龙啊。对、欸，他的扇子很好看呢、欸，双刀可以出扇子、啊。哎、欸、呀，是水属性的。双刀出扇子很棒、欸，哎、欸，就有双刀哎、欸。啊？双刀有扇子吗？看一下，我怎么记得双刀有一个武器？啊？没有吗？你说这一次吗？没有啊。没有啊。哦，没有哎、欸，真的假的？我怎么记得有？还是看到图片而已？还是是那个是另外版本吧？外那个动作 MHR 吗？感谢小奈布的超级留言，是吗 ？MHR 吗？啊，什么 MHR？ 是另外一个啊？啊，明年的那个啦。对啊 ，Switch。哦，混在一起了。没收到通知没关系啦，比刚刚有一个跟我讲说，哈，你有开台哦，讲那么大声一样，骗，真的很难过。难过是他怎么还可以出现？
有了有了，买了，真的好。看你是要你自留还是要，反正这个真的是，我想说试试看打跟被打哪个会叫，我觉得上车比较会叫。MHR 真香，可是不，我不会耶，目前真的还没有到很吸引我。干你那个！我先打开动身哈。不是，万圣节开始了。哦。差点就绝交了。绝交什么？有什么好绝交的？跟动身绝交。跟东城绝交、哦哦，我以为是跟我绝交嘞，只因为，因为我没有买那款游戏。只因为你打开东城，我就说你买给我就玩嘛。好啦，也不是说不玩嘛，不啦，也不是说可以不买啦，买来玩，然后躺在楼下，然后打开魔物猎人这样。不会啦，你明年就不会打开这个魔物猎人了。嗯，我是说 Switch 的呢。哦。哦，原来我明天不会打开的哦，好好，有道理。敢给我打开哦！尤里，你等人送给我啊！好冷哦，被丢在外面，好冷哦！哈哈，真的呀，跑步的时候都不叫哎、欸。哎呀。我在那边说黑啊，然后结果我身上没有东西，靠背。电视套哎、欸，电视套哎、欸。那、啊、我配的这一套，我觉得很好看。狗狗装。哦，他不理我，我难过。哎、欸，我没有，我太早按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哦！你是不是想听？你的尾音好像。不行，我发现你的麦，发现你在出怪声的时候，它就把你断掉。我吗？还是他？那个 HDD 在发怪声啊！你只要那个声音高亢一点，他就不想理你了。你看没断呢。哦，高分贝就不行就对了。他收音的range太低了。对。让我发。So sorry, sorry. 大小梅，不要笑成这样好不好？他是高兴成这样子。嘿嘿，哎哎哎哎。哎，啊，我来看你。人为什么会撞那边啊？我在这里啊！撞到我了。我忽然觉得他的声音好像前往奇怪的方向。哎，撞了！尖叫鸡们！哇，我现在不叫，不在尖叫鸡的行列。
叛徒。叛徒。叛徒。等一下，尖叫机被冰了啊！哪里啊？冷冻机。冷冻机。大陆机。勾他！我只是让他闻我的袜子，闻你的袜子，大陆鸡的那个啊！啊、哦！你们平常都是这样子的吗？没有啊，我只要闻我的袜子。快了，来吧，我控他。你是他？可以。哦，他不怕了，我、哦、还是怕一下。哦，好想剑切哦！教练，我想剑切，我要死了，我傻了，晕、哦、了。哦，他也晕了。没事，他被弄晕了。骨头，骨头，我骨头。哎、欸，骨头，我忘记带陷阱了，骨头。我放了、欸，哎啊，怎么还没摸到？哎呦呦呦！哎呦，摸到人啦，骨头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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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你挖到尾巴了没？挖了。哦。不小心挖到的。因为好像要先去商店买糖果吧，还是什么的。哦。才能种南瓜。对啊。又在误人子弟。哇，三个宝玉，哎呀，两个，一个，没法看直播的，好波波，大家午安，现在是把你扑倒的时间，2020年10月1号，十月是万圣节的吉日哦，恶心，啊，哎、欸。哪？奶！我还要一场，我还要好几场。做人不要太嚣张吧！你看，奥运来了，他是什么种？飞龙种？什么？他是飞龙种吗？是是。好。晚点要去找一只四金烧鸟存着，我们把四金烧鸟的调查给用掉了。你要烧鸟干嘛？没有啊，就是要至少留一个名额在啊。啊，之后如果需要的话，保障名额。嗯，处女座，我去用一下我的十倍券啊，等一下。嗯，不是啊，你用之前先放你的高低餐券吧。不行啊，我写南瓜幼苗，商店和懒人会贩售，商店也开始贩售糖果，好奇玩偶，在大家的状态，期待以后弄得更好。不是啊，他也更新个衣橱之类的啦，家里真的很小哎、欸。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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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好啊。我刚刚是说高级餐券吧，我没有说错吧？没有说错啊。那你怎么给餐券？
啊，我要压蒸汽啊，先让你们吃一个餐券啊，回来再吃高级的。哦。哎、欸，南瓜可以种几种啊？那个茎。回来就吃不了了吧？哎、欸，蒸汽机有新的毛级玩偶哎。对啊，有新的家具。蒸汽机哦。四 D。哇。有四种，我是说南瓜苗可以种几个啦？我也知道四种，可以种很大片吗？所以可以种很大片就对了。我靠，这南瓜桌子好恶心啊！恶心。你买了30个，记得糖果好像是一天只能买一个，哎、欸，真的哎、欸，买了，奸商。好了吗？好的。安静。嘟嘟嘟嘟嘟嘟。嗯。离数有37万。被丢包。啊！被丢包。好冷呐、啊。还好刚刚的热影还存着，哎、欸，真的还存着，对啊，很不谢谢我提醒你，可以帮我打两只受残族吗？我看他们不开心啊，一下、欸、miss， 我打受残族那个尖叫机直接叫，哎，真的吗？我要试试看，有哎、欸，好了，好打完了，打完了，谢谢我的。怎么可怜呐、啊？想说我只是小型魔物，只差一个而已了。走了走了走了，打完了打完了，感谢感谢，感恩媳妇，感恩媳妇，赞叹媳妇。哎、欸，公差嘞？在里面啊。哦、可是路上会有两个石头堆啊。我知道，可是刚才为了打受伤忘记了。哦、有没有觉得我学很像？对，因为你跟我的鸡同时叫吗？好啊。对。你看鸡也可以共鸣。就是、说你不当鹅太可惜了吧？我靠！要你说那个鹅哦、喔，那个鹅很可爱耶、欸。哭啊！电瑞斯，电瑞斯，啊！我好冷啊！死不了，死不了，死不了，死不了！我在上面叫，你听得到吗？那个鸡听不到啊。哦、因为刚刚我一直靠近江江都没声音啊，而且你刚刚应该也要听到我的声音才对啊，你们好哦，完了，你再想断破哪？是啊，牙齿要爆。哎呀，不给我穿衣服，应该爆了，手大一点。哦，大回旋走进那个冰里就直接冻伤哎，很烦。很上剑，我搞不好会开到中途不会关台吧？真假的？你们会吗？你们会去吃吗？会吃我就关台 啊。没有烤肉也要吃个饭吧？哦。不用啊，
有吗？你叫江江不吃饭，跟叫他吃饭。对耶。啊？我在帮你讲话。哦，我没有听清楚。哦，叫你吃饭啊，不吃饭要你的命啊，类似这样子的话。可是我现在很饱。你还是会饿吧？这说晚一点啊，因为我刚刚是在讲啊，算了，你应该也是故意找我麻烦。哦，好啊，有吗？右手吗？有啊，牙齿爆了、啊。哦，想说你不在打手。我刚刚在打牙齿。啊！哦，累哦。瑞斯。瑞斯。玉锤瑞斯。他跳几次？累了吧？可以撞了。哦、啊，累。啊，不累。不累，他不怕了。被枪打好久。有裤头了。好。好。我没陷阱了吧。我有我有。哎没溜嘞。啊啊五秒。二一。我好像是。有啊，没有，这个肉太硬了。哇，冰牙龙的腋下，哦吼，真够嘞，创新，哎呀，我应该还要打。今天吃长脚蟹，长脚蟹不就帝王蟹吗？夸张耶！长脚蟹是帝王蟹，对吧、啊？看一下哦，哦，我的宝玉三。三四五六，哈，机真的很好玩。我缺六颗。什么宝玉？要做什么、啊？宠物？我的不是宠物啊，随从外观还有什么？随从，我的防具也还没做，我还没做。哦，还有防具哦。防具要五颗啊。冰牙龙票。耳塞护15？问号问号问号。那黑龙的东西啊？
哦。那个不是黑龙，就是之后的力战王并奏吧？他今天有新增啊，他今天更新是耳塞舞啊。他今天全部，那今天全部都用上去了、啊，龙吼力啊。嗯，龙吼力。龙吼力的。还是我们要三个人来打一下破晓的凯旋啊？我当时是用什么打的来着？青弩。打。豆打。豆。我找一下在哪。动对动。防具。咦、我的黄黑。啊、我的黄黑装。直接打、啊，在这里。不是要先打一个吗？我在想我们的伤害检测会不会过？哦。就打看啊，先打一场再说。那我先准备好烟雾弹。然后在烟雾弹里面过几秒钟，他没看到你就可以回家了。对啊，要吗？不用。有人想看我猫车，看不到哦。破晓的凯旋，这是什么？什么属性先？有差吗？不知道。喂？没有，不知道。好吧。哦，到时候拿什么打、啊？那时候好像是拿太刀我砍他尾巴。记得自己带打消不用吧，我有。哦。哎，来去种南瓜啦！可以种菜吗？还江江人呢？知道。哦。睡着了是吧？嘻嘻。快了。哇！你真的不打算塞个耐眠吗？塞在哪里啊？绿油精往鼻孔里面。好问题，待在哪里？绿油精往鼻孔里面涂啊。我会是眼窝。这个红红的。火啊！鱼，好大的鱼。好了吗？真傻鱼啊！不是先穿不动衣吗？我以为。我已经忘记要怎么打了，随便啦。哎，不对，这位置不对。对吧？对啊，因为要先下来的先。我已经忘记怎么打，太久没打了。干嘛？呜。
哇哇哇哇哇！为什么都是我？没有啊，刚刚都 HTP 啊。对没？对没？好悲啊！还没叫做我，他连横的都在我身上啊！我卡了。刚好普攻那现在在转圈圈。啊，我又是穿着普通衣装。原来是真兽衣。要娶我？哦哦。哎，要出去了吗？我觉得这场打得不错。你好，你好，你好，你要不要死上来啊？我们是认真的，我们在这边等你。真的吗？认真啊，他在间切我，你知道吗？还敢大毅力啊？我刚大毅力没发动啊。血线太差吧，我刚大毅力也没发动啊。我们两个在那边蹲着看着江江，哎呦，多死了！靠背。我躲得这么好，所以是先带水打他。黄黑血量很少，哎呦！待定时。哒哒哒哒，我看到节操上线。哒哒哦，节操。調子はいかがですか？有队友了。你睡着了哦。理我欸，他没有开麦、哦、他刚睡醒也会凶你哦。对哦，那我要去动能刮咯。嗯，我知道能刮动呼，干掉的大头哎！啊，早安！真的睡着了，去睡了。我刚好房间很热、啊。很闷，没事，我就去隔壁房间吹开电风扇睡了。快点进来！我在 loading 啊。你还敢吹他？他刚睡醒哎、欸。哎呀，鬼洗澡！我今天还被破坏一次体验。哦，我一进去，然后游戏就他们就结束了。很好啊。也是。看起来游戏时间可没有那么长哎、欸。哦，你是说有人开？对，没错。直接破坏游戏机。我看那个游戏时间还不到5分钟，然后他就逃法完成了。
然后有人说他血量真的很少啊，搞不好真的是啊。真的假的？嗯。哦。没事啊。我也怀疑他应该是有开那个。还是你是进到大胸台了？哎、欸，那也太打太久了吧？不应该啊。说明是 啊，不是啊，说明其他三个队友都秀秀啊，你干嘛？那也太烂了吧！我大胸柴龙，我小号打那个大胸柴龙不用一分钟哎、欸。你打就问秀秀要打多久，我不信。他怎样说？我可以。他现在沉迷，你忘记吗？他沉迷于输出都不软化的。他都问我们怎么还不软化？我这样不能输出啊！你在干嘛？等一下。没事，我在，我在动身，你慢慢来。所以他血量很少。嗯。可能你进去拿一个石头丢他就死了。没有，我刚刚有丢啊，我刚刚丢，我丢过了。哦。我虫也咬过他了，因为他肉质很硬。没急哦，等一下哦，我还插三株，三株南瓜没浇到水。好了，好，浇好。我要浇什么水？你不要哭，我等下不补你了哦。我刚睡醒哦，你不要逼我、哦。好啦，金川补东西下去吧。每个人吗？不然我不然我来玩了。要撞啊，我没有。你先下啊，波西先下，我们再下就好了。好，那我们在上面看他打。哎、欸，不要激动。我看黑龙那伤害量有点怕。好、哦、像不行了哎、欸。啊？哦，有了。哦，有哎、欸。我刚就没办法。可他撞下去。哈哈我刚声音是怎么了？等下气，放下气。他刚撞下去只有461，是我的错觉吗？就血量少啊，就血量少啊。他是看爬树的、啊，对啊。他刚刚有那个剧情有说、啊、他是不知道为什么来，然后可能是受伤的这样子。呵。没躲掉，没死掉。哎，哎，怎么我想的不一样？通通居然没塞快死！哦，等一下，嗯，怎样？不是你哦、我家人，我感觉昨天想要杀梗，他们在玩恐怖游戏，然后说等一下我妈在叫我，然后自己拿起一个碗大口大口吃宵夜。我也有看到高腰，他每次都这样子。游戏看起来很不恐怖哎、欸，我不知道那到底。我觉得那个我不会怕，但是我会晕，太暗了。那个会晕哦、喔，看起来还好。画面太暗了。自己没玩，我不知道了。我后面看到最后是有点撑不下去了，不是因为恐怖，是因为太晕。我那时候也是讲那个啊 ，Outlander 那个嘛，精神病院。我说那个我觉得还好，那个只是惊悚，不是恐怖游戏。是啊。然后，主要是不能玩的原因是因为我怕玩到会吐出来。哦、oh. ，啊，是不是？
没有吧？伤害检测过了吧？他不是有倒吗？有吗？对啊，他倒了。有吧？有倒啊。有啊。耶。但我以为我死掉了，吓到我了。我这个刀哥，哦，真的好少。这个大概没有他三分之一吧。他脚没断啊，我想要捅天脚、啊。对啊，我们也打没有五分钟啊，四分二十秒。那秀秀还可以让炎啸生气，我觉得是很强。我的画面中，我是披了一个空气。嗯，我在看一个红色的，那个一个光。对啊，你们看，我是空披。哎，重点是好像是朝着我这边披。哇，经验好多、哦。练能可以靠这练的。不行，他就只能打一次啊。对啊，他只能一次啊。这是活动啊，特殊活动。血晶叫地叫了。请找推荐组。哎，我要去西山讲话。Go。みんな、有通知。Go。すさまじい交流でした。このクラス司令官、今回の調査結果を国ギルドには各地のモンスターの動向はも万が一に備え。対策は早い方が良いはず。そうだな。手配しよう。はい。おっと。そうすれば。なあ、あんた。アルバトリオンのことを報告がてら、どうしてギルドに呼ばれたのか。もう、何を言ってるのよ。じゃあ、じいちゃんに報告書を渡してきてくれ。頼んだぞ。移动到星城，哎呀，对，总是移动到星城那边混了。看剧情啊！キミか、見事だ。近々あそこで調査団にも さて今ステラ各班の代表者を集め。中秋快乐，海林。去看首播，去快去看。揃っているな。前もって伝えた通り、近々調査団にも。こたびの作戦現場に。将軍、お久しぶり。そうか。哇，好黑哦。新大陸に来ていた。何から話したの？完蛋了。ここ最近。但不是啊，从来没看过他哎。奇妙な現象が発生。断続的な NPC啊。度重なる森林火災。小動物と大型。啊，他这个难度怎么可能活到现在？昨天听你们在讲，昨天听狼儿在讲南方四剑客啊，然后前天又、啊、前几次又跟你们讲那个皮肤的难度。映画の大国しなぜ滅んだかは。では。とてつもないモンスターが。一夜にしてシュレイドを焼き尽くしたというあのなぜかの国に関する記録はわずかに残されている。シュレイドが滅んだとされる時期、地は揺れ、木々は焼け、
小动物跟生命都不见了，向导兔全部死了。干！他只跑，说明没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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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が我々の任務だ。奴はいつシュレイド城に行く。言い切れぬが、文献から読み取るに。今現在の居場所は。いや、あれはまさに。そんなもの討伐できるのですか。できなければ。いずれにせよ、私は将軍と共にそこでだ。はい。この後、全庁シュレイド城へは私が案内する。以上。解散。解散。一开始是一个人哦，要自己先去打。好，要等到那个你都打过了，没有？我看人家打。哦。你要先打过剧情之后，他才会开放人家进。安卷哥哥，还在看剧情啊？你怎么可能看得比我久？我是会听语音的人，好不好？出魔物语哦。哦，好了，下去一个人挑他了。好，嗯，猫咪啊！狂喷体力，狂喷体。お待ちしてました。哇，好久不见。多一个人。在特别任务吗？哦，有人。黑城呢？呀，去黑城。那最后出来的下一餐高级餐厅那请。而且我先是猫出来的那一个。啊，我忘记吃嘞，我直接进去了。里面也有饭啊，可以的。只是那个餐。哦，有动画看呢。哦，这个画面很熟悉，再遇到龙三龙对不对？どうぞ。ありがとう。左腕に取り付けてください。それで大丈夫です。これですか？啊？对菜鸡哦。要这样讲吗？いよいよか。こんな形で戻るなんて思ってもみなかったな。あんた緊張してる？俺はそうだな。あいつで攻めもサポートも万全だ。あんたがピンチの時は俺に任せろよな。ねえ、そんなことよりあなたの意気込みを聞かせて。はい、私もぜひ。南は刮目せよ。シュレイド城の見取り図だ。現地には当時の兵器が残されている。えい。まず大砲だ。そしてバリスタ。単発式高速弾があれば。而且特意记好，等下考你哦。考呀。我不记这个的。移動式のバリスタが設置されているようだ。そして激流槽。
現地に存在する最大の武器。ここにあるからくりを手動で操作し、打ち出す仕組みだ。うん。そして、ここには防護壁がある。これも手動のからくりで扉を動かす仕組みだ。ここにそのからくりがある。緊急時に役立つやもしれん。欸，里面能换武器吗？在问啊，有没有好好记得上面的位置啊？没有。それぞれの位置を頭に叩き込んでくれ。老师，我没有。按完蛋了。里面能换武器吗？我拿超重棍欸。啊，对了，这黑龙不能晕哦。不能晕哦。对，他晕不了。好。地头宝宝。可是要先。而且要先破他的头。ミラボレアスがシュレイドを滅ぼしたのは、後の創作という説が一般的ですし。欢迎你。本当にいるなんて思ってもいませんでした。ミラボレアスとは、正確にはコースそのものを指す言葉ではない。かの存在自体を統括し、表す言葉だったが、長い時を経て、モンスターの名として定着していったようだ。俺たちが立ち向かうのは歴史そのものなんですね。哇，我看剧情看到发呆，怎么了？初老的症状。完蛋了，现在就是要开始碎碎念了。已经开始了？没有，还没。你看江江都不讲话，他睡着了。回去。忘了开麦而已。睡着了。换人睡了，真的忘记开了。对啊，最后的遗言就只有两句：干嘛干嘛，没了。没有，我刚刚在讲地图的时候很激动，可是没有人理我。啊，你激动什么？我说，我刚刚说有机关枪可以玩呢，完全没人理你啊！然后我还说开门能干嘛？他没讲啊，没有人理我。芝麻打开门了，那好像暗魂哦。问到一个，哇，这个城堡真怀念。开门，芝麻开门。血切そのまんまに。これじゃ速射バリスタも防護壁も使えないわ。急ごしらえのような。将军很震惊。ミラボレアスとの攻防中に増築したのでしょうか。よもや、シュレイド城の人々は激流層を生かさなかったか。攻めを放棄すれば滅ぶは断り。いや、おそらくは使用した。それでもなおかなわず。将军下台了。死力を尽くし、守りを固めた。彼らは最後まで足掻いた。でなければ。今に彼らの戦いが伝わるはずがありますまい。霊を書いた言葉であったな。真的？太太呀。これがある限り激流層も使えません。急ぎ撤去。キャンプ。人をよこさせる。本体は。まもなく到着と聞いています。早いな、恐れ入る。完了、下雨了。彼らの力が。下雨会失去战斗能力哦。所以每次魔物讨伐有下雨的环境，我速度会比较低。翼竜も連れてきましたし、キャンプは高台に設定しました。嗯，对啊。地図の更新もしないと。碰棉花，碰到水就完蛋。哇，将军长得好丑。天哪，人身攻击！那你跟最近靠北实况一样，都在人身攻击，都不在靠北内容哎。
すぎる。わかんな。わ、这时，这时候。調査団の本体はもうすぐ着くんですよね。え？我记得这个墨西干头的应该是拿片手剑的，不是吧？没错啊。那他怎么拿枪了？哎、欸，对啊，背上背枪哎、欸，对啊，他拿中。人家换武器啦、欸。我是不是观察很入微啊？靠！我直接跑掉，是不是？哎、欸，这正常啊。需要一个人活着讲故事，不是吗？我杀我的绝对不是他，他可是可以跟恐暴龙。先死的应该是将军吧？他跑了。阳光队员穿的是钢龙哎，对啊，但将军跑了，龙队长也跑了，我的气球好亮哦！刚才我画面上还出现了外星猫飞起来的那个，哦，你说吸上去啊、哦？武器，哇！快退下！逃出场 ，sexy。哇，那头好大一个！哇，我一直觉得黑龙的脖子很累耶。它就是典型的西方龙，好长哦。可是西方龙它头这比例真的看起来还是很怪。头大脖子就是，应该说会有个比例在，他脖子已经超过应该可以支撑的比例了，杠杆原理啦。蛇颈龙那种的，他的魔族看起来好奇怪哦。他应该比较适合在海里面的那种支撑他的头部重量，不然他脖子应该会断掉。来讲，他竟然主动攻击，他是战力士的，弄死他。哇！我们的队员竟然主动攻击，我好感动哦！只是九一，不错了啊，他至少他愿意打。为什么他前进的时候是用翅膀前进？翅膀前进不是用前手哎、欸？哎、欸，他要干嘛？哦！啊，你的队员还会帮忙撒生命粉尘。哇，他比秀秀好多了哎、欸！我的猫死了、啊，我死了。你好快啊！我还在集蜜虫哦。我的猫留下来逗猫棒，先走了。开场没有，只是不屈而已啦，拜托。哦、好可以。不要再吼了。哎、欸、哎、欸，不要再蹲了，我的。哦哦。哇哇哇哇！哇，真的很痛哎、欸，好痛啊！那这个乱喷，哇，他帮我撒生命粉尘哎、欸，好感动哦、喔！刚刚没吃到，那我们下去这边，那边有那个，啊，攻击范围太大了吧？我下。打、啊，你是不是有改技能啊？怎么记得以前没有这招？有啊，有改技能啊。找不到我哎、欸，我要怎么下去？哦，按空白键，白痴哦、喔，自己下还要自己按哦、喔，哭啊！啊，他会一直盘旋。哦，你死了？没有没有，我死了一次。哦。哦，要跳跃是不是？哦，完了，我死了，没事。哦，以前没有这招，我想的不一样。哦，超痛哎、欸！哦，我没有抢。屁的！你有没有升防装？我身反装有啊、哦，你说这次改右身哦？没有吧？哭啊！哎呦，你不要乱喷啊！
我好菜哦、喔。石头可以当吐息，有没有听到？石头哦。我靠，这些人在上面看呢、欸。对啊。他的五个王八蛋啊！哦，那个石头，让我下去。我靠！头部现在离好远啊，所以嘞，你是要讲什么？是不能断尾啊，我好像不能吧，因为我勾都只能勾到腿。他说挺立身躯的时候可以束缚。我靠你！啊屁的！有拘束弹就对了。是 NPC 会用。哦，不是我。对，不是。我们现在什么啊？我瞄准腹部，把握拘束好机会。你要让他打去啊！到处乱吐啊！队友帮我撒粉尘。哦，我操嘞！哎，好屁呀、啊，快点！只有头、胸、翅膀可以破，我不敢上头啊！我死死啦！平头，救我！死了！哇！直接叫他平头！こっちはまだ大丈夫だ。しっかり装備してこいよな。嗯。哇，攻击都后仰好大、啊。对啊。其实蛮开心的，有不认识的人会来看魔屋，都说你们可能是平时默默看台。终于忍不住要呛你。对、啊。这个都不会打。还说你是看你脸，还说你是实况主，我操嘞！好啦，我要认真了，我要认真回去找你们了。墙壁附近的弩炮。
哎呦，准他的头部，什么意思？知道他不让我瞄啊，我很晕哎、欸。击挡穴。头破两之后有一个很长的输出时间啊，所以真的要打头、哦。哇，死了，好哟！我剩一次机会了。好痛！连死三次，出啦！出来了，还没，还剩最后一次。你飞去哪里？欸，我打完了吗？他离开了欸。龙离开了？对。哦？哦，没有欸。没有，那是剧情结束了，剧情结束而已啊。之后就可以那个多人了。啊？米娜桑，我把他击退了。没有。那。有人说没有，阳光队员没有啊？什么？第一阶段而已哦。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要被烧死啦！哇！我要报仇！我给我两次复活的机会，我把你打死他。所以你他走了就过了吗？没有没有，他要继续打。他现在在把那个阳光队员烧成干。哦，好难过、哦！哦不，哈，他被刺死了。没有，爸，哎、欸，他还活着哎、欸！哇，扛哎、欸，连头连血都烧融了，你居然还活着啊！壁が破壊されています。激流槽は使えるか。動作確認を急ぎます。哇，不愧是阳光的队员。不死的 NPC 哇，这个将军的鼻孔有点大、欸。我刚刚以为是我的错觉，现在仔细看好像、啊。呵呵，三，哇，完蛋啦、啊！我不要玩了啊！我已经剩一次死。等下就出来就好了、啊。哎呦，应该可以这样吧？剧情结束了。哇，你还没死欸，对，你好猛，那个铁连铁都烧融了，你居然还活着啊！あの人みたいにはいかないか。皆さん。真爱。連絡二点。一つ、移動式速射バリスタ、防護壁、使用可能。激流層は整備中。時が来たらうまく利用してください。一つ。本体到着、救難呼べます。真猛啊，大哥！死了，この人は任せて。今ここにいる存在は現実です。还知道啊？不愧是钢龙装，钢龙装有耐火吗？没有吧？必ず討伐できます。钢龙就像在那个火焰会被烧。哎、欸，会不会我们装备是火防是负的、啊？有可能。好了，我要脱离了。啊，我死出来了。
你没看到动画吗？啊？你有看到动画吗？什么动画？哦，可以参加多人了。第一阶段结束的动画。对啊。好像没有，那应该就是要再重打一次。可是我刚刚也是死了。哦，不能防御耶，防御会被控到死耶，好烦啊！我压着防御，他就你可以撞墙了耶！啊，本来就可以撞墙啊！哎呀，好了，我先脱离了。他说可以多人了，成功攻击到头部。哦，那用撞的就好了。哎，我不行哎，我只能低打，所以我没有看到那个动画。你再打一次吧，我出来等你。拜。你跟等你啊！开场就撞他，开场可以撞他。可以他红眼啊，我没有哎、欸，我是来不及撞、哦、他就红眼了。看我显示 bug 哦，我明明拿剑的模式，他变成斧模式，正常吗？啊，我出来了。我决定拿他冲枪了，谢谢。被烧成智障。我的天！再让我玩一下。一下啦！你一下到了。还没啦。防得住吗？防得住啊，但是耐力够要够啊。你说最后大招吗？对啊，可以啊。你的血量也要撑得住吧？应该是，我是看人家他没有看过超过他那个是算是持续性伤害，可是最后的那个好像就不是。如果是战型的话，那个还可以啦。防御强化一点，不过还是躲着。我在喷三血。好了，我要死了。没有了，阿斯了。你说无限跳，我本来想要用那个无限跳的啊，当那个追随的图或什么的图。我要去吃个大毅力了。耶、yeah. yeah. ！哇，这比之前的黄黑还要更有难度，这样才好玩，这样才耐玩啊，哪像动森，对不对？动森都没有打龙啊。对啊，不能拿网子去打龙，希望啊。哇操！有人说第三阶段其实是边境的黑龙的那个招式啊，痛枪要耐力很够，加血量也要很够。没事啊，等一下我是改补啊，给他们输出。不是啊，我还真的蛮希望是可以拿一个五重王去打龙诶、欸。哇，打到现在还没过诶、欸，真的是够难。我不知道想开血量魔，可是开了好像会更卡，是哦，原来是十七万体力哦，17万吗？我看日本台他写的标题是十七万的体力，血量还是体力？他写体，他写体力应该是血量吧？十七万，哇，那很高了哎、欸。超级高的哇！那有的话，你们要打大力呢、啊。而且这个可以用回归球哦，可以。所以你可以啊，我看人家说前期是要先把他的头部炸断，不然他三阶段的火焰很痛。有啊，刚刚
妹妹，好久不见。你好正哦。所以侧甲流也是可以玩，但是侧甲，可是它不能晕，就是了。唯一功用就是拿来破坏它的头部吧。破头？哎、欸，徐天有撞过了吗？我有，我刚好撞到他。哦，到现在是没有用过那个哎、欸，名次的笛子哎、欸啊。你可以试试看的、啊。哦，对了，这个正常需要那个。嘿、啊，因为他说可以自己搭，可是我真的不懂自己搭是什么意思、啊。我真的没有用过笛子，很从世界之后就没有。有啊，你世界冰原有用过一次啊。很少，但是那个就几次也会忘记了。啊，秀秀还在那边教我怎么用，哇、哦！啊，结果自己也没拿地址啊，哭啊！需要这个需要异常属性哦，无效。异常属性无效，会被烫成啊，烧成智障。对啊，所以我刚刚是在找那个啊，异常属性无效只是燃烧伤害吧，那次的打消就结束了、啊。是啊，可是属性防御大才对吧？也可以啊。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啊，什么东西啊？扇形打十四下，哦，还可以啊，我的重弩顶得住。嗯，可是那个只绑，哎、欸，重你是拿重弩、哦？我拿侧甲。哦。看到了。嗯？啊？哎、欸？等一下，可能没事啊。那过先试一场之后，可能我就要去烤肉了。还敢烤啊？烤给你看啊！你要知道，在游戏内很多习惯都被烤。那你选一个嘛，对不对？烤、啊。全属性异常状态吗？还是全属性耐值 up？ 还有雷狼龙，我借、欸嗯，可以啊，看，因为他有耐性。我想尿尿。去尿啊！他还没出来。他不是啊，他还在打、啊。你还在打、啊？对呀、啊。你还没出来哦、喔。他还没出来啊。动画看完了吧？我是已经出去过一次了。哦，你还没看过动画？对啊。哦。一阶的动。拘束动画就好了吗？如果是拘束的话，我没有要看那个黑龙的那个。你有没有看到你的那个另外一个帮你撒粉的被烧死？啊、哦，没有。要看到那个。就看到他叫我一直打胸就对了。我是打他鸡鸡跟腿啊。我是拘束后，然后他看，然后等到他晃眼的时候，我去撞他就结束了。开到晚上吗？理论上是开到晚上的。如果他们要吃饭的话，就中间休息一下吧。我找不到拘束探在哪里。没有，那是 NPC 要用的。哦、oh. ，NPC 要放，所以你要把他打到胆怯，他才会帮你放。唉，加油。他很烂。没关系，他还帮你撒生命粉尘呢、欸，不错了啦，而且是及时撒的那一种，算是有CD啊。
然后进去帮你们吹个。哦，有哎，火属性防御大，我看一下哦。哪个？鹰牙龙隐身，好。哦，不错哎。我看一下黑勇是 pass。还有攻击力小，攻击力小，攻击力小。啊？你要什么攻击力小鸡鸡？没有，这个音色有三个攻击力小。等一下，我又。我刚刚跑到没力气，被他炸死。我刚刚他飞走了。啊、哦，他飞走了，那就哦，完了，好好好。所以我还要再重打一次。没错。无限路。那、哦、我直接做这个就好了。冰牙龙票。啊，好。双刃冰牙龙，一色音色是一样的、啊。哎、欸，冰牙龙票是打什么、啊？双刃冰牙龙啊。对啊，那个活动的那个不是 USJ 的那个，就是、啊、我怎么觉得做三个还比较好啊？哪一个？音色其实是一样的啊，刚才差了80而已。不过你有要输出的话，那也是可以换双刃的。好了，够了。没办法，那时候我们有聊啊，天慧龙没办法，但我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但我觉得他很帅很屌、啊。钢弹龙。哭啊！怎么音色都是一模一样的啊？红属性防御大，黑属性防御大，我好像也可以。哎。不然我做这个啊？你做错了是不是？没有啦，是麒麟的笛子。你看有体力回复速度 up 小哦，然后他的那个两周波的效果是体力持续回复，狂回猛回，然后属性攻击力 up。up， 这可以。全耐属 up， 属性攻击 up， 全状态，全属性异常状态无效。你是在干黄黑龙吗？没有啊，我在看那个笛子啊。对啊，黄黑龙的嘛。我刚好看到黄黑龙，你就帮我把全部念出来，我就吓到，屌了吧？哦，黄黑龙也有那个一模一样。我没有做，所以我看的是帝王金龙底啊，龙属性的。像，盒子这种话，盒子什么？哎、欸，你 HD 看完了？看完了，我还在打。加油！你不觉得看完之后他变得比较乖一点了？对啊，是有这种事情吗？我觉得有，所以我刚才在里面耗了一下才出来。you
会帮我撒粉的队友已经过来了，拿回去被抬走了。后来挑战第三次啊，他还没打完，他刚才第二才死啊，我又死掉了。嗯，那试试看斩斧啊，要去硬扛，就是在他胯下游荡。我是真的是狂劈他下那个啊，下面，然后就是打腿跟打鸡鸡。看，长得好像充能斧，什么东西啊？冰牙龙笛子啊！你看我的台，等一下。在组，哎，真的还蛮像的。你看英哥，嗯，本领，啊，脚踩死了。好，一开始不习惯他的动作，那习惯后还蛮好打的。他只是伤害太高，太没有弄错率没有很高而已。哦，我耐心23诶，是哟。所以出来了？没有，我才死第一次而已。哦，我想要这样还没结束啊，我就先玩一下。嗯是这边血就170,000了吗？那么多，总共吧，单人170,000吗？四哦，你说人数啊，应该是四个人。哦，单人170,000也太多了吧？要打到什么时候？而且还限30分钟而已。也是啊，对啊，应该是14个人。我看，哇，一点回去看，他们已经打完了。嗯。我在看那个日本的那个台，回过神去看 点播放，他已经打完了。啊，哎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怎么会掉？单人60,000。36万，那合理多了。120啊，吃了吧。还是你先去啊？我才被吹，我在被吹啊！去啊！我在看我的。好啊。那等你回来再打也可以啊。嗯。我们继续刷其他好了。啊？啊？什么？我跟你先去打那个啊，挑战阿波机。是吧？哦。那江江还有一根。没事。那先打。不要有压力，江江。你可以的，你很棒，你很行，你很胖。他哭了啦，好麻烦哦，这任务。
是想开让人家开你账号啦。来吧，我的 T 来了，即刻取。愤怒奖，火牙龙锁叶大型，大型，啊，别龙。Oh my T T， 你要先打哪一个？先打屠杀。对啊，我接了。哎呀，现在我不怕打这个啦，会的武器越来越多啦，嚣张了，对，翅膀硬了。哎、啊，要吃饭吗？还是不用？不用啊。对耶，打他吃什么饭啊？哇，龙哎、欸，哇！哦，六坑！哦，六坑！啊，大嘴打！这个连药都不吃，他超大只的，你看。哦，你怎么走那边？为什么要走那边？十二斜坡啊！哎、哇，超大！我的天哪、啊！等等，我在杀狗人本身。他的泥巴也超大啊！你看那个泥巴。哇，超薄切！好了好了，我分身杀好了。好的好的好的，敢出不去的、啊，救我！为什么救？哇，我也进去了。而且它是 Street Bike 的音乐，赞。哦。迪川，哦、oh, ，nice， 嘎、欸，那一坨，别让他倒吗？好、啊，好。哦、我被他头推开了，烦死了！不转的啦！怎么会有屎啊？我的画面是破图，看不到屎啊！哎、欸，有麻痹刀。你他过来一点，我就麻痹到。哭吧！哭啊！
我没有大便啦。欸、麻痹八害，我还有三把、欸，你应该有五把。有五把。应该还有一把。我打完了。完了。所以。乌里亚，好了，靠腰，要骂脏话，已经骂出来了。对空了，我要晕了，再见。哇！我被对空啊！来啊！哎、欸，抱歉啦，我来啦，去死吧！谢谢各位。我才刚吃完全熟都要飞回来而已。你知道刚刚多好笑？原地放爆头，他撞我，然后晃后仰流口水，我就接了一套。好丑哦！然后那个谁？另外一个女的，晕了。哎，我打另外一个啊，3153。哎，我们毕业，我死掉啦。来问个题外话，一件钻石套装每一件可以附上去的附魔最高可以达到什么意思？什么叫最高附魔？啊，保护就是四啊，深海漫游就是呀，是啊。你是问这个吗？还是问什么？做什么的、啊？整套防具，要七张哎，外观应该也有。在哪里啊？防具吗？进阶吗？整套防具那边。哦，整套。哦，有哎、欸。刚刚说出街外观也有啊，可是我怎么没看到？在上面一点。整套外观吗？不是，外观装备那个吗？哦，有哎、欸，看到了，在爬手龙下面，淡丁上面，萨库拉跟绿，走啊！哎、欸，他说 SFV 2哎、欸，萨库拉 S2。国际建议，国际建议，那二应该就是打另外一个。啊，江江进度如何？好累哦，好烦哦。どうも。接了没？我不知道是要打哪一个才有萨库拉二啊？他有一二三呢，还是这三个都可以？都有。
哦，所以它就只是差在武器不一样，就对了，是吗？应该吧。好。那什么鬼？不不不。无聊在吹气。你要玩哪一个？有大锤的吗？它有三个，有一个没大锤。对啊，我不是大，又不是只有会大锤了。好。那不要。不要全都是弓箭跟弩都没事。哇，我还好，感觉这个就是有音啊。对啊，就打打看嘛，每个都打一遍就知道了。哇，你这样没帮左边吃高级餐券。光大光影，哇，他眼睛会发光。对，我刚刚是没有吃密药的情况在打，我太屌了吧！我有帮你撒粉呢、欸。哎、欸，他没给药水，这怎么硬？费力药丸，有吧？不过麻痹刀。我没有，我是睡眠刀。麻醉毒。哎、欸，这套集好快哦。我先睡他、哦。嗯。哎、欸。哎。还吃饭呢？好。看到伤害11/11/11，真的觉得很恐怖哎、欸！怀念，怀念，还可以重点是，我没石头，我在捡，我在捡。不，别转，我还没呢。麻痹哦，好，我在睡，睡觉。已经不能睡了。你是将将睡觉。我晕了。啊。又一刀。啊，十二片了。哦，我突然发现我有一个神奇的武器。嗯。哎，我也有啦，其实。干嘛啦？没有，我要用大剑喷射巨山的那个，忘记把闪光弹换掉了，他直接喷闪光弹出来。那、欸、为什么不能？喂。哎、欸。死了。哎、欸，这一套斩这样就好了哎、欸，这样、啊、一二三四就满了，四下就满了。
好恐怖哦，好恐怖，好恐怖。一，哇，我们多了两秒。哇，鹰的票吗？拉个两秒。对不起，我伤害比你低。哎，我的锅。刚刚硬要丢飞镖。等一下，这个要几张啊？还有什么可以围堵啊？打消极。不要吵。两张就可以了。好，帮你两张吧。SFV 龙的也要两张，我先忘记。刚那个是什么？整套？没有，也那个外观就外观。外观，嗯，外观。欸，哇哇哇！岩飞票，岩飞龙票是什么？那龙的外观应该就是那个灭尽了。啊！啊，如果要做整套防具的话，就是要鹰的四张，啊，龙的要七张，好多。啊！整套防具做了也不会穿啊。你不是都喜欢收藏？对啊，所以我还是会打啊。你想骗我？对啊。你要哪一个？有三个，一二三。对 ，Ben， 不要问处女座这种问题好不好？会玩超重棍吗？有啊，都靠重重去啊。我现在没有玩的就是长枪、冲枪、弓箭跟弩，任何的弩。哇，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没有啊。我会玩的你都不玩。哦，我会玩的你又不玩。我全部都会玩啊。对啊，你会玩的我都不玩，什么意思？啊，你都不玩长枪、冲枪之类的啊。那就很无聊啊。很包。来。欸。怎样？我以为你会玩大锤，我还特意选一个大锤给你。又不给饭吃欸，我的天。二批色哦，是吧？嗯，辣。不该再这样子的。被尾巴扫到也算吗？甩尾。持续好短哦，那吧，他没有那个持续时间的那个技能。哇，齐了！我来了。哎，这样你打到我。好啊，好啊，好啊，你在跑啊。啊，刺被我戳硬了啦！
好了，我、啊。哦，我第一次用这个骑乘诶，好玩哦！啊，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又集展位，那集那个充能。他快死了、欸！会死吗？连左死。干嘛啦？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哎、欸，哦，这只是废物龙。我想要他怎么往前扑，忘记他是另外一只。哈哈看我这个大爆同居的威力！看我刚很惊讶，我想他怎么往前飞扑，没有这一招。よし。よしよしよし。哎、欸、耶、欸！哦，我们差一秒哎、欸。哦，好险！谢谢你的爆桶。5965哎、欸。麦块少更新山羊高地，我山羊高地，他不是最现在要更新高地那个吗？高山地形的东西。我看到这个啊，还有好像是蜂蜜牛吧，蘑菇牛有蜂蜜口味的。那这样蘑菇汤不就变蜂蜜汤了？对啊，可能就是拿瓶子去捞了，因为那个蘑菇牛背上是一朵花。直升研究所使用肥料，怎么用？看，用不是装，那都没有打子弹。消耗品越来越多，开心，开心。可是，真拿斩斧之后，那个攻击大、防御大都被我吃光。嗯，跑去做了，做了，都做好了。做这是做什么？哦，龙，龙，好大的龙。外观，嗯，枕头好要打吗？好多、哦，看你啊，最后再打，我也要先去吃饭了。啊，那等一下约几点？8点。啊，你今天没团吗？礼拜四你没有？对啊。好啊，可以啊。那江江嘞？他已经在吃了、哦、他应该也是要7点半以后了吧，我操。啊。好啊，那就先8点啊。好。好，那就先这样，拜拜。嗯，拜拜。好啦，那今晚先到这边啦。那个晚上8点继续开啦。感谢各位下午的收看啦。我们下午晚上应该就是开在贝隆考了啦。好啦，我们晚点见喽，各位，八八，还没看今天狼人杀的，赶快去看吧，开了要3小时了，各位拜拜，各位晚安喽。晚点见。